各位理事长，各位老师，各位太极拳的高手，大家好。好，很高兴今天在这边跟大家见面，希望今天的演练能够得到各位的指导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外变的能力，以及身心快速的自然反应，巧妙的变化是制胜的关键。第二要稳定下盘功，是武术根基。第三要强大内劲，是武术的后盾。第四要内功心法，是推手核心的意念。第五要发劲。神意气的合化，内外齐发快如电，身筋骨相随，节节贯穿，节节松开，里不动，外不动，出手不见手，身动少，一远近要整。太极推手的功夫极刚极柔，吞吐开合，千变万化。